翻咗嚟，喂，头先我 call 你好多次喎，你电话唔通嘅？我喺 lift 度，搭几个钟头 lift，搭几个钟头 lift？你唔信就算啦。喂，做咩啊？我问你头先去咗边？同第二个男人一齐？你理我啊？你嘅系同你老婆一齐啦。你究竟讲咗去边度啊？你有你老婆，我有我自己生活圈子。 我有自己朋友噶，唔使每一次同你交代噶。发咁大脾气就系因为我老婆翻咗嚟系咪啊？我有老婆，你一早知噶，你话冇问题先跟我噶嘛？我老婆还我老婆，你还你，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咩位置噶嘛？你从来都冇问过我噶。我知唔应该问啊？我排第二，食得咸鱼抵得渴啊嘛。你咁中意同我一齐，都系因为我乖啫，我唔会俾麻烦你啊嘛。梗系唔系啦。 我咪一早同你讲过嘅，因为我老婆唔了解我，系你啊先至最了解我啊嘛。仲有，你咁帮得我手，系因为你先至系我最亲密嘅人啊。最亲密嘅人，最亲密嘅人，你就唔会俾佢掂你毒品啊。你老婆唔会，你个女大咗都唔会啊。如果你真系最爱我，当我系你最亲密嘅人，你就唔会俾我掂你毒品。 阿炳，你揾我做咩啊？喺边啊？做紧咩啊？啱啱 shopping 完，坐低饮杯咖啡啫。 shopping？ 咁有冇带银包啊？使唔使我帮你碌住先啊？做咩啊？你又想帮我找数啊？买咁多嘢，实拎唔晒啦，使唔使我帮你车翻屋企啊？帮你拎手袋嘅男人冇前途噶喎。 我仲以为呢啲系叫风度添。我唔同你讲啦。冇人受伤，而家架车我仲停喺个路边嗰度嘅。系，我搵唔到车主啊。喂喂，唔使报警啦，我系车主。我唔该，Sir，我见到车主啊。对对唔住，系我撞到你架车噶，我赔翻一千俾你。唔紧要啦，好小事啫。小姐啊，喂，小姐，嗱，大家均真啲，你咧就签翻张纸俾我，就话诶，我哋两个咧就协议和解，唔再追究呢件事。唔使啦。要噶嗱。 小姐，你记住写清楚咧，我撞到你个车尾。我冇啊，Sir。头先我车咧撞到你个车尾。我哋搞掂咗 OK 噶啦。小姐唔系喎，个车尾撞到隔篱都有，点解要俾保安帮我先好喎？喂，我走开，快！你哥系我啊！我系叫咗你唔好呢个时候打电话俾我。 爹哋，等等先。喂，我车主啲货被差佬追紧，我而家喺将军澳，你快啲揾人嚟救我。喂，爹哋，我又要咩？等等先咯。哎呀，死亡啦！真系啊，我阻住爹哋做嘢，识唔识啊？喂，坦克，你听实，阿敏依家被差佬追紧，车上面有好多货。 即刻适时落车。小姐，刚才你做乜开车走啊？你知唔知个车尾箱打开咗噶？大车尾箱。公 Sir， 今晚车载咗货，而家俾啲差佬发现咗，可唔可以做啲嘢啊？我即刻打电话喺嗰边还头，叫佢哋放人。 嚟抢货！
电台，喺骏逸街有单 TAPI， 有伙计受伤，车过白车过嚟。喐下啦，手指，喐到几好啊！一个礼拜之后唔痛噶，自己拆晒啲嘢佢啦吓。叫做女啊，唔好湿水啊！饮啖水，定下经先。见到头先揸火车嗰个系边个？系坦克啊！我都见到，系我叫烈哥嚟救我噶。阿刘叫坦克嚟杀咗我灭口。你当今日咩都冇见过。至于烈哥嗰边，我会同你谂办法。敏姐，我建议你向警方自首。自首？贩毒要坐监噶。我叫你自首啫，唔系叫你认贩毒，而系认不小心驾驶同醉酒驾驶。我都冇饮到酒，点样认罪噶？你有，你只不过冇吹波仔啫嘛。我明啦。是我自己喝醉了，所以被人撞到部车，我都没有追究。当时我都想着车走，谁知突然间有个差人走出来，我当时喝醉了都控制不到自己，怕他罚我醉驾，就踩油飞车了。是的，那那些粉是怎么解释？那些可以是面粉、奶粉甚至乎洗衣粉的。姚大壮果然心水清，差佬未驗過，而家袋粉又唔見咗，係咩粉？邊個知啊？醉駕好濕碎嘅啫，罰錢停牌，最多咪社會服務令。Paris， good job 啊！你真係拍得住你師傅。烈哥過獎。你要嗰30万？唔該。近排啲生意需要多啲現金周轉，加埋上兩超，要爭你90万啦。好似係啩，唔記得啦。是喎，最近做咩要咁多钱搞先帮生意啊？又开财仔，又开大档，仲搞埋波篮同运输公司。义丰嗰边咧就俾拉炳出晒位，攞晒彩咁，唔似你个作风喎。要捞大鱼就要织个靓网嘅，放心啦，啲钱我快还俾你。咁即系话你系织紧个网，而我就借钱俾你买鱼丝啊？嗯哼，个网我有份，我要收翻啲息噶。咁呢啲嘢啊？不嬲都系肉偿嘅，系咪啊？咁我又唔要喎，我要你欠翻我一世。咁你嗰笔唔使还嘅，我啲息都要俾噶嘛。今日丁伟要喺庭上边认咗罪，虽然醉酒危险驾驶，但由于初犯，又主动自首，判咗入狱3个月，缓刑半年，即系罚钱了事。有呢个遥不可及嘅军师，都预咗丁伟唔会上身噶啦。唔上身至好，咁样拉炳唔会断一条线。拉炳同我讲，佢当日见到坦克揸住架车撞埋去，佢第一个反应就系将伤亡减到最低。就算佢暴露身份或者 call off 成个行动，佢都冇所谓。你这班伙计可以冇事，真系执翻身彩。呢次我哋好可能因祸得福添。拉炳好快会得到丁敏嘅信任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